欢迎收看完全娱乐，又是一个美好的礼拜三。哎，对，但今天很特别的是，我今天一进那个棚公司啊，哇，外面好多粉丝，好多人哦。所以大家就知道今天来到我们完全娱乐的来宾有多么的厉害了，都是男神女神等级的。对，但是啊，现在我们就先不多聊，但是要先请大家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，因为分享今天的直播有非常棒的礼物要送给你们。对，我们要送给你的是潘嘉丽、还有苏慧伦、还有 Lido 的签名拍立得。哎，限量哦，快速哦，其实很难得到这三组的签名拍立得。哎，对，远远的一些，然后有一些近近的，远远的，近近的，有的是经典的，对，经典的，这样拿到，好不好？第一组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准备好摆你们的 pose 了吗 ？pose， 让我们欢迎潘嘉丽带来的 pose。精力乖巧，一对 X 基因的缠绕，招来多少烦恼，调整多少禁忌，多少心情用来找，是不是会不会葡萄吃葡萄，吃好也与女孩相貌，好全都给我看好，造物者的思考，凹凸圆缺一切都有其美，错别 pose 哦，大家欢迎 Kelly， 欢迎，哎，你们都摆得很好哎，我们很紧，好厉害，而且我们刚刚在化妆间一直在练你的 pose 的副歌，有够的，好好，原来你这样哎，而且这一次 Kelly 算是双喜临门，对不对？首先，带来了新的单曲 Pose，是，对，然后待会另外一件喜事，晚一点再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但是啊，这次带来的 Pose 这个单曲，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吗？Pose 这首歌呢是我的创作，然后是我远飞到韩国跟一个很厉害的韩国音乐人一起合作的一首歌，然后再来这首歌我也特别找了 Nike 老师帮我编舞，还有就是 Karen 老师，他们教我怎么妩媚的动作，然后再教我怎么摆那个 Pose。 其实那个 Pose 真的很难，因为我开始都不行，我都觉得要抽筋了，是不是还是要有一定身材的人还可以做这个 Pose？ 我觉得是要先伸展好，不然可能会不小心拉到，或是会不小心抽筋。你刚刚不小心就抽筋，我刚刚差一点就抽筋。但是因为 Pose 这首歌算是因为你的灵感是来自网络世代的霸凌嘛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有这样的灵感想要写出这首歌？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表达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摆出自己的姿态，自己的 Pose， 不管你是什么性格、什么样子、什么样貌或者什么心情，我觉得都不要害怕展现出真实的自己。不管你要摆什么 Pose， 你要跟我一样，要跟小鸡一样，要跟宇宙一样。都可以，自信最要是做自己，就是圆的、方的都要很有自信，这样子。圆的、方的，我们的两位小记者，圆的、圆的、方的，他们也可以，没有在理我们。可以来，圆的、圆的啦，来，你们要有你们的 pose， 这样就是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正面的力量。对对对对对。嗯，但这次的 pose，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远赴韩国去制作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有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吧。我觉得去韩国最好玩的应该就是我见识到了他们有多厉害，
就是音乐人，他就是在，因为我们那首歌其实一天就弄完了，哇，就是写歌、编曲、录 demo， 一天我们就弄完了，而且我们还去吃早餐、午餐、晚餐这样，三餐正常的状态下把一首歌做完，对，我就觉得有点哎。怎么会这么快？因为平时光录音要录一天呢，是是，尤其快歌又难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然后反正我就是边制作边游玩这样，所以我变成说，哎，他还开着他的车带我去吃最好吃的什么泡菜汤锅啊什么的，所以对我来说，这个整个制作的过程是非常欢乐的，比较像在玩乐的感觉，对对对对，但是因为那个对方大家都是非常专业的团队嘛，你自己有倍感压力吗？有。就是因为我们是和谐、所以当我要哼出我的旋律的时候，我有点怕怕的，因为我怕被人家觉得、好像不够好之类的。哦，自己有自己的压力要展现。对，可是我都有跟他们说，我希望这首歌不要这么 K-pop， 因为还是会唱中文字、那我觉得还是要以中文的旋律为主，要唱中文字是好听的，因为我觉得中文字跟韩文可能还是不一样。对、而且你还有去训练咬字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这一次的咬字特别的感觉有。不一样的感觉，那个感觉不太一样，怎樣就是咬得很清楚，就是 pose， 对，就是连中文也有特别去训练咬字，为什么都要？因为我中文有限公司啊，哦，很有限是吗？感觉不到，目前感觉已经变无限公司了，在努力当中。Okay, okay. 但刚刚讲到中文有限，那舞蹈这个部分应该是无限的吧？难不倒你了吧？没有，就是我觉得 Nike 老师跟就是 Karen 老师应该会要疯掉的，不然干嘛要两个老师教我？明明一个人就好，我还要两个老师教我，一个要教我妩媚，一个要教我用力，哇哇，对，因为你在 MV 里面是一人分饰两角，对，一人分饰两角，然后又要妩媚。又要用力，然后又要 sexy， 又要把歌唱好，要穿高跟鞋，要人格分裂、啊。开始抱怨了，有没有？好累啊！那穿高跟鞋，不过是一个单曲，我干嘛弄那么累啊？什么之类的。真的，但是我觉得很值得。就是当 MV 出来的时候，我是觉得哇，这是我吗？这是我吗？而且里面分饰两角，你自己也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就是切换角色跟模式的时候，你那个眼神跟态度是不太一样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要他们会一直提醒我，像 Karen 老师就说，现在是短发，你要多笑多笑 ，OK， 像个小女生；现在是长发，你要妩媚一点，妩媚一点 ，OK， 来一点那个性格，一直催眠你，一起帮你催眠。而且他好像他在场地的时候，他就一直提醒所有的 dancer 老师们，你们不能唱哦，不要对嘴哦，不是你们的歌，他都会这样。dancer 他们会对嘴，是不是？他会担心他们不小心对。可是这不是好事吗？这些歌蛮可以唱的、因为他们就是老师希望他们就是跳，就是很有那个专注，很有态度，不要唱，你不是歌手。而且我可以模仿 Karen 老师的那个，你不要唱，你们不是歌手。Karen 老师现在在荧幕前面想说，我有这么的机灵、我去上课的时候应该会被骂，因为我现在还在跟他一起上他的高跟鞋课。只有 Karen 老师有。是他们的高跟鞋班蛮厉害。你去一起啊？没关系，我先平底的就好了。他先算了。你可以，他可以真的，你知道我们班有男生上高跟鞋课，我可以吗？你可以，你刚刚非常柔软，你刚刚做那个 pose， 可以哦。你就当你那个，你就当花旦可以，当 center。好，我觉得下次先挑战你这一首歌，因为我刚刚看 MV， 其实你花了很多心思在舞蹈上面，包含服装的突破，然后穿高跟鞋，就是有不同的。我问你这一次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双喜临门嘛，不止刚刚的带来的新的单曲这件喜事，然后在2月24日的时候，自己有PO出了一篇。他结婚啦！恭喜！怎么这么喜事不断？谢谢谢谢。所以是原本就有预计好要在这个时间点发这篇文章吗？不是，其实我一直没有要讲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在发单曲，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盖过我的单曲。说真的，因为我这么努力的做我的歌，为什么要为这件事情？但这件事情也是好事，但是我就想晚一点再跟大家分享，或者说应该要先跟公司说我要做这件事情，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？可是因为我们去公证那天就被路人拍到了，然后被认出来说，是潘嘉丽这样。那你就想说就先，我就想说，对，我不能让别人爆料了，对，我觉得我干脆自己说。但是我自己说的时候呢，我真的很紧张，因为我 hold 很久，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发这样，但是我又一定要讲。然后我那时候要 po 的时候，我心脏就啪啪啪啪这样跳，就真的超紧张的。然后 po 完之后呢，大家就收到祝福，就觉得啊好开心这样。
谁知道立马马上收到电话被骂。你为什么发这种那个 PO 没有跟我们讲？你知道后面会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样对，因为记者们都其实也想先知道。其实是我老板先紧张，然后后来雅婷也打来跟我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没有跟我们讲？”所以大家就开始慌乱了。然后我就说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不好意思，呼吸雅婷是经纪人，是聊得很细，经纪哦，雅婷呐，吼，雅婷生气 ，sorry， 雅婷，这好事不要生气，雅婷，好吗？他没有生气，他是说他也是有点措手不及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什么的。对，其实我也没有觉得会这么热烈的反应，我在想说。应该没有那么的那个，不会是好事。对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棒的事。而且我这一次看到你跟上一次看到你，我也觉得你又变漂亮，因为感觉有另外一个粉红色的泡泡把你包围住，有幸福感。对，那接下来下一步计划该不会就是什么？下一张单曲吗？还是下一个小孩？我询问一下下一个单曲，下一个作品，或是下一个作品，3月6号就会发行咯。哦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。真的，拜托期待我的作品 ，OK？ 会。其实我们大家一开始都是非常期待 Pose 这张单曲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。看到姐姐这样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说 pose 这件事情吗？对，当然是 pose 啊！怎么了吗？你想要结婚了？没有，我真的觉得你的唱跳太厉害，是值得现在线上可能很多唱跳女团或是 女歌手都要学习，因为毕竟那种妩媚的姿态还是要。对，多多跟你学习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一下多多跟 Nike 老师还有 Karen 老师学习。那因为今天 Kelly 来到现场，因为他素有那个行走的 iTunes 的这个称号，大家都非常的理解。但是因为毕竟来到我们玩全娱乐，我们很多的粉丝都在敲碗说，希望可以听到那个。之前在网络上一首很红的歌，嗯，对，然后希望在今天玩娱的现场也可以听到你唱。好，没问题，可以。那今天要带来哪一首歌呢？说散就散、okay. 但是我一个人唱哦呀、oh, yeah. OK 个人版本个人版本更期待 okay, 好不好欢迎 Kelly 带的说散就散谢谢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。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，没办法，好可怕。那个我。像花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，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，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，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。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别后悔，就算错过再后，你少不免相信我。一切都体谅，将一切都原谅，不尝试找答案，而答案很简单，简单的很遗憾。因为成长，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；因为成长，我们忽而间所散就散。谢谢。Oh my god！ 我还是行走
走的 CD， 也是行走的 CD， 没有问题。但是因为刚刚cover 了一下这首歌，是因为很多粉丝的敲碗嘛。但是今天最主要来还是要来再好好的宣传一下你这次带来的单曲 Pose 其实上个月已经发行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大家一定要看我的 MV。然后我觉得 MV 真的太漂亮了。自己说的自己说的真的正歌真的歌真的也很好听，然后是我的呕心沥血的那个创作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然后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3月6号会有新歌叫做我们没有爱错。好，3月6号一定要上网支持一下。对，然后都可以到我的官网 IGFB 全部来锁定哦，谢谢。 OK， 再次谢谢 Kelly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